你爸当年跳下海去救的那个人，有可能是我爸。什么意思？当年我爸也是开车冲进海里自杀的，也是擎天渔港吗？ 所以我爸是为了救你爸才死的。我没想到命运把我们拉得那么近。对不起，是我爸害了你爸。 说对不起，我要怪你什么？这都是老天的安排，只是没想到多年后我们又再相遇。那时候，我妈也是觉得难以承受，所以就把我带去美国。没想不到当年，我们都一起经历过这些。